夏天必备的，太爽了。海底椰还有我们的薏仁哈，有两个口味的，然后还有我们的火龙果，还有我们的椰酱，这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哈，给你们试一下，多好吃！条件好的来点芒果啊，红豆啊都可以啊。口感超好，这个条件不咋地，所以就这样子。超级好吃，你们去做一下。